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收到粉丝提问，什么武器的弹道最飘？这个问题大家想过吗？毕竟在吃鸡里武器很多，那么其中哪些武器弹道非常飘呢？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三二一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第三名 VSS 算是弹道非常飘的武器了，毕竟它的声音听起来就软绵绵的，子弹下坠幅度非常大，弹道非常飘忽不定，如果距离隔远了，基本上很难打中。再加上只有20发子弹，只有用来阴人才有点用。第二名，十字弩、战术弩。如果说弹道非常飘的武器，怎么能不提到他们呢？毕竟弩箭是公认的难用，下坠幅度非常大，很多时候即使瞄准了，也没办法打到对手。第一名，21895、845，这两把左轮手枪的弹道，在和平精英里才是真的飘，距离稍微远了点，即使瞄准了敌人，也很容易人体瞄边，让人非常奇怪。只能用弹道太飘来解释了，小伙伴们，你还觉得哪些武器的弹道很飘呢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，我们下期见。